星巴克宣布正式推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社区 Starbucks Odyssey， 新体验将公司成功的 Starbucks Rewards 忠诚度计划与 NFT 平台相结合，允许其客户赚取和购买数字资产，从而解锁独家体验和奖励。该公司早些时候向投资者预告了他的 Web3 计划，称相信这种新的体验将建立在目前的星巴克奖励模式之上。在这种模式下，顾客今天可以赚取星星，并可以换取福利，如免费饮料。他设想将星巴克 Odyssey 作为一种方式，让其最忠诚的顾客获得更广泛的奖励，同时也建立社区。该公司尚未准备好披露其 NFT 的成本和数量，并表示这些决定仍在决策中。星巴克还表示，为该项目探索了所有不同的区块链，但最终选择了 Polygon 公链构建。星巴克将使用 Polygon 的区块链技术提供基于 NFT 的忠诚度计划，将允许客户以 NFT 形式购买数字收藏邮票，以提供福利和身临其境的体验。